可别小看这一滴滴琥珀金黄色泽的蜂蜜，皇家三代养蜜蜂卖蜂蜜，最自豪的就是永远秉持着诚信的原则，从没卖过一滴假蜜。他们要将最天然、品质最好的蜂蜜，如同殷实的家风一样，在蜂园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就是认真跟坚持，因为我外公跟我爸他们一个很，有时候真的是我也不太喜欢的地方，就是太过认真。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跟他沟通，有时候就是会比较硬邦邦的，但是也就是因为很认真，才能把这种品质、这种精神传到我这一代来。而这获奖无数、天然的甜蜜滋味，当然要让大家都能吃得到。黄维洲将自家的优质蜂蜜研发出各种的相关产品，丰富了餐桌上的料理，也延续了这份香醇甜蜜的好滋味。